마르음은 제르든 머람이가 전에 점자라든 함도 네다자 잡진 다소 연달이 존재지도 조조조다 전에 견제 달로 머저자 안도도 우마라바자나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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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우마라바자나도

罗珠木贝那瓦杰得索，啊，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啊，今天的课。那么今天的课呢，是我们这个慧灯禅修版的，啊这个释迦心的课啊，释迦心的课里面的，啊就是这个最后一个是因果不虚。 啊，就是这个因果不虚的这个壳。那么，在这个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啊发菩提心，这个我们每一天都在讲，啊，因为这个发菩提心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提醒大家啊发菩提心。呃、啊，然后这个我们啊不仅仅是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听课的时候啊，平时。 啊、呃，我们行善的时候，比如说学习啊、修行呐、啊，然后就是包括这个烧香拜佛啊、呃，任何时候都要啊记住发菩提心，哪怕是一个非常造作的啊、呃、不标准的菩提心也可以的啊、呃。呃，要发菩提心，那么菩菩提心呢？我们简单的说啊、呃，就是下两个决心啊、呃，下定决心两个决心。 啊，什么决心？首先要下决心啊！我要从现在啊开始，生生死死，要利益众生啊，要帮助天下所有的众生啊！这个就是我的啊生存的目标啊，人生的目标啊。下意识，我们不一定是一个人生啊，不管是什么生命，反正就是我的这个生存的目标啊，就是这个。 这是我的这个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生存的目标。然后呢，次要的生存目标呢，啊、呃，赚一点钱呢、啊，啊，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呢、啊，都没关系的。啊，最重要的这个头等大事啊，就是这个啊、呃，首先，啊，这样子下决心，然后第二个决心啊。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啊，我要成佛啊，我要下定决心，我要成佛。因为咳咳如果不成佛的话啊，那么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取利益众生啊，不可能的。所以，就是为了为了实现啊，这个这个这个梦呃梦想啊，佛教徒的梦，佛教徒的梦想啊，就是就是为了度一切众生啊，成佛。这就是我们。 所有大乘佛教徒的盟，啊、呃，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盟相啊、呃，然后就要成佛。我从现在就开始这个好好学习修心啊、呃，那这样子的两个决心就叫做菩提心啊、呃。希望大家啊、呃、高度重视啊、呃、这个菩提心，这是我们大乘佛教里面的 <coughs> 精华啊、呃，也就是整个大乘佛教的基础，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哦，接下来我们啊就讲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因果不虚的啊这个课程。那么因果不虚的这个课呢，是这个四家心里面的最后一最后最后一个课。嗯，但是这个因果不虚的课啊。 那么里面就有很多呃，可能有很多节课。我们今天不是最后一个课，还要讲这个因果不虚的课啊。我是说，因果不虚是死家心里面的最后、最后、最后一个啊。但是因果不虚呢，我们可能要分分这个很多次啊课来讲啊，这个一一一堂课里面讲不完的。 呃，那么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因果啊这方面的一些呃相关的呃一些这个知识啊，因为我们啊，我们所有人啊，对这个因果轮回啊这方面的迷性啊，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啊，很多人都觉得到底有没有因果，到底有没有轮回啊。 啊、呃，甚至是学佛学了好多年的呃，这个啊、呃，这个佛教徒也有些时候还是会想一想，到底有没有轮回，到底有没有啊、呃，这个因果，这是为什么原是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呃心性啊、呃，就是不是很坚定啊、呃？为什么不坚定呢？因为我们学佛。 比如说，所谓的学佛，表面上的学佛可能是时间比较久，但是呢，真正的呃去这个呃学习啊、呃、文思啊、呃、这样子的时间可能可能不够啊、呃。还有我们这个学佛啊、呃，所谓的这个学佛呢，可能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烧香拜佛啊、呃，或者是诵经啊。呃 那诵经磕头这些当然是很好的，可以给我们积累很多很多的福报啊。但是呢，啊，诵经诵的再多，比如说我们诵金刚经啊，诵心经啊，诵一辈子啊，但是我们不一定懂啊它的这个内容。嗯，如果不懂这个内容的话，那这个诵经呢也没有太太大的这个意义啊。所以我们。 呃，就是没有啊、呃，这个深入的去学佛啊，深入的去这个了解，嗯，为什么不深入的去了解呢？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啊这方面的这个教育，没有一个佛教的一个系统的这个教育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学啊，从什么地方能够学得到，就是因为这样子各种各样的这个客观的因素，导致了啊我们。 对佛法的这个不了解啊，了解一点也不深入啊，就是这样子。嗯，但是我们把这些问题都要一个一个的解决。那、啊、最后呢，我们必须要啊，建立起一个坚定不移的呃心性啊。这个坚定不移的心性，不是来自于啊，不是来自于这个盲目，而是来自于智慧啊，智慧，嗯、呃。 这个是这个，比如说人啊、呃，有人的这种心人啊，就是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智慧啊、呃，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盲目啊、呃。那么我们呃，佛教里面啊、呃，这两个啊、呃、都都都讲过了。佛教最最最看重的呃，就是啊知心啊，而不是米行嗯。 呃，迷信啊，盲目的信仰，当然总比不行好啊。但是呢，呃，因为这个，呃，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学了好多年以后呢，还是因为这些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啊、呃，有些时候偶尔会，啊、呃，会想起这个到底有没有轮回啊？人死了以后是不是有这个转世投胎啊？ 啊，这样子的这个疑问会有的。如果有这样子的疑问，这个疑问没有解决、没有得到解决的话，那就是修心啊，修心就受到很大的这个阻碍啊，没办法继续修心啊。所以，我想还是非常的重要啊。还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普遍性的啊，普遍性的这个呃问题是什么呢？就很多人，比如说看到佛像啊。 或者是我们这个，呃，学佛的过程当中呢，有些时候就就是就是有一些自己都没有办法克制的一些一些念头啊，就是对佛、对法、对佛法僧的一些呃不恭敬的啊，不应该有的这样子的这种这种呃念头啊，这个念头呢，它不是一个一个啊、呃、坚定不移的。 观点，它不是一个观点，它也不是一个见解啊，但是偶尔就会出现一些这样子的。 呃，对佛不礼貌、不信心啊、呃，等等，就是甚至是属于邪见的这样子的这个啊、呃、念头。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人也很害怕啊、呃，很害怕我，我为什我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想啊、呃？我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这个念头呢？啊、呃，就会有那，因为这就说明这不是他的本意，这不是他的见解或者他的观点啊。呃 但是还是会有的。那这个就是有两种原因啊，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长时间的，我们认为这个啊轮回啊、因果啊，这都是迷信啊，这都是封建迷信，不存在的，都是骗人的。就是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这种想法啊，这种这个观念啊，就是导致了我们啊学佛进入佛门以后，还是会啊就。 呃，就留下了一些这个后遗症，啊、嗯，这是一个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呢，也许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修心的一些障碍啊，修心的一些障碍。呃呃，那这个这两个问题要解决，怎么样解决呢？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要学习啊，学习就是深信不疑，我们。 通过学习就得到最终的这个结论啊，过去我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那么怎么样不对呢？呃，就是也要去有应该有理由啊，就是要证明自己的过去的想法不对，现在的想法是对的。要、啊、那么那么这个啊选择，呃，是来自于这个学习啊，必须要学习啊，学习了以后呢。 啊，这种想法一般不会有的。嗯，然后我们刚才讲的啊，我们通过学习确实是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啊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佛教的三观啊。但是呢，刚才讲了，就是有些时候还是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念头、恶念啊，控制不住啊。那这种相这种事情呢，也许啊，也许是一些障碍。那么这个障碍。 我们可以念啊莲花上大师的，呃行咒，然后就是修这个莲花上大师的，啊、呃、啊、呃、上师瑜伽啊，比如说我们禅修班啊禅禅修班，啊开始修加薪之前啊要修这个莲花上大师的上师瑜伽，然后念这个莲花上大师的七举七道问啊，最好是七举七道问念十万遍啊，实在是没有时间。 那就念这个莲师心轴，啊，就十万遍以上，那咳咳这个就可以帮，能够帮助我们以后在这个修心的这个道路上啊，除了自己的不明白的这些，或者是正常的这些疑问以外的一些不正常的这样子的疑疑问啊，不正常的这个这个恶念啊，这些都是通过这种方法。 来啊，解决就没问题的，呃，咳咳所以我们温思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修这个啊因果不虚之前啊，首先还是大家多了解一下啊，关于这个因果方面的一些啊一些佛教的这些知识常识啊，这个非常重要，呃。咳咳 上一次我们啊讲了这个《佛说道干经》啊，那么这个也就是也也有也帮也可以帮助我们啊对这个因果的这个了解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呃，大家也学习。然后呢，在这个之前啊，应该是这个会登之广的啊，视频还有书里面都有一些呃一些这个关于啊因果方面的一些。 壳啊，还有一些这个短的文章啊，这些大家也要学习一下。这些都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对这个因果，呃，首先要建立一个啊坚定不移的心性啊。如果这个心性都没有了，那我们修什么呢？就根本就没办法修啊。所以因果啊，这个因果是因果不虚，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 呃，首先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认为啊？比如说，我认为没有因果，这个是不存在的，这个是封建迷信啊。这样子的话，首先要问自己啊，我为什么认为啊，这个因果不存在啊？比如说煞，杀道淫王啊，杀神啊，就是对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众生啊，带来了这么大的这个痛苦。 啊、呃，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那么我为什么认为啊，这个痛苦啊，就比如说无因无缘的啊，就是我去伤害众生的生命，然后给他这个制造了这么大的这个痛苦啊。那么难道这个就是就结束了吗？一切都结束了吗？我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吗？嗯，啊，那我们的答案是是。我们之前大家都认为是就结束了，没有别的。 啊，只要不不只要不犯啊国家的法律，那、啊、这样子的话，其他的比如说啊，我们杀死了一个动物，呃、啊，把它吃掉了，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我要吃你，所以我要我要杀你啊，这、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啊这个这个观念，然后去啊去这种很残忍的这个方式去把这些动物吃了啊，那吃了以后呢？ 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付出什么什么代价啊！我是拿钱去买的啊，买的。我因为吃得起你啊，所以我就撤了啊。然后呢，有没有什么付出代价呢？没有付出什么，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一切都结束了啊！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什么。嗯，我们是怎么怎么怎么认为的啊？那么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认为呢？啊？ 为什么我认为一切都结束了呢？啊，为什么我就是，啊、呃，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我能够吃得起，能够这个买得起，所以我把这个生命买了、卖了以后，我就把它吃掉了啊！不管它多痛苦、多残忍，啊，我就把它吃掉。吃掉了以后呢，我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啊！这个观念来自于什么啊？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这。 到底是什么什么有什么证据啊？呃，这样子要问自己啊，问自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是什么呢？啊啊，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就唯一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因果，没有看到啊。我们把一条鱼啊，我自己拿钱去买，买了我就吃掉了啊，吃了以后就啊，没有发现什么因果呀，就是这样子。 啊，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嗯，但是这个有多大的这个说服力啊？大家想想，没有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说服力啊。这个为什么没有呢？就是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就就不存在吗？啊，那进一步都要问自己啊，我们没有看到就不存在吗？啊，那不是啊，我们看不见，但是存在的东西啊，存在的东西是。 成千上万的啊咳咳，我们比如说简单的讲啊，汽车的轮胎啊，汽车的轮胎，如果它是一个透明的东西啊，那么我们能够看得见这个车这个轮胎里面的空气吗？啊，气体吗？啊，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啊，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啊，空气。 就是阳气和丹气啊，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两个，这两个都是透明的啊，透明的，所以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凡是透明的东西，我们的眼睛很多都是看不见的。嗯，啊、呃，但是通过其他的方方方法，我们可以证明它的存在。但是呢，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啊。 那么这就说明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就我们的视觉感觉不到这个不等于不存在，啊，另外一个，比如说啊，比如说三个小时之前啊，有一个人来了这个房间啊，走了一圈就走了啊，三个小时之后啊，我们很多人进来了，进来了以后呢，我们就。 感觉得到这个人啊，三个小时之前来的这个人，他留下什么东西没有啊？除了他的脚印啊以外，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东西。我们大家都觉得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嗯，但是呢，如果有一条狗啊进来了，那么他立即就知道啊，这个人他留下了什么东西啊？呃，我所以我们的鼻子啊。 我们的鼻子没有办法感觉到三个小时之前来过的这个人所留下来的这个气味啊，但是呢，狗就可以啊，狗能够啊感觉得到，但是我们人感觉不到啊。然后就是像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光谱啊，光谱上面的。 光，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就叫做可见光啊。光谱上面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光啊，都是都不是可见光。可见光，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的，就是其中很小很小很小一部分啊。那么其他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的肉眼再怎么样认真地去看，都是看不见啊，都看不见。 这个里面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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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啊，这个房间里面用我们的肉眼看啊，这空间它没有任何的东西啊，我们看不见啊。但是这个空间它不是一无所有，这个空间里面呢啊，有很多很多东西，有什么？有空气啊，有电磁波啊，还有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光啊，是我们的课间光以外的光啊。 都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的肉眼都感觉不到啊。我们的这个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啊，物种感官的这个感觉感觉不到的东西很多啊。还有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啊，我们的这个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所有所有的物质加起来啊。 还不到这个整个宇宙当中的这个宇呃这个宇宙当中的物质的百分之五啊，百分之五我们看到的只有百分之四点九这样子啊。那么其他的东西我们看不到的是什么呢？叫做暗物质、暗能量啊，暗物质、暗能量我们看不到，但是它是存在的。 啊，它已经被这个科学，呃，证实了，它的印证了它的存在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感官啊，确实是就看不到什么东西。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呃，实际上是没有的东西，因因为没有的东西，我们到了我们的感官这里，它就变成有啊。然后很多存在的东西，我们的感官看不见啊，看不见，所以。 眼见为实啊，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是一个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可以这么说啊，现实生活当中表面上可以这么说，眼见为实啊，但是稍微深入一点的去了解的时候，眼见根本就不是为啊、呃，不为是啊，根本就不是。所以，我们我们的这个。 啊、呃，感官看不见啊，看不见,、呃、看不见这个不等于啊、呃，它不存在啊、呃，所以呢，我们啊、呃、就卖一条鱼啊、呃，就把它杀了吃了啊、呃，然后就填饱肚子，然后我们认为一切都解决，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任何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啊啊、呃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呃 比如说一个人进来了以后呢，如果他在这个地板上，如果我们没有发现他的脚印的话，那、呃、其他的我们认为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啊、嗯，但是不是他留下了啊？留下了我们看不到的啊，他留下了留下了这样子的，比如说气纹啊啊，同样的我们这个，比如说杀了一条鱼啊，就是或者是偷东西啊等等。 这些东西啊，我们也得要好好想想啊。我们比如说，就杀生啊，杀生，杀生，就是这个全世界的所有的人，或者是所有这宇宙当中的所有的生命啊，对他们来说，对我们每一个这个生命来说，最珍贵、最珍、最珍贵的是什么呢？啊，就是。 自己的生命啊，自己的生命啊，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个珍贵的东西，但是呢，没有一个是比我们自己的生命、啊、更重、更珍贵的东西。那么，我们无因无缘，就是剥夺了他的一个这么珍贵，对他来说这么珍贵的东西啊，难道就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吗？凭什么这么想呢？啊？ 为什么说我可以剥夺啊、呃、这些这些这些众生的这个生命？为什么我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这怎么说得过去呢？啊，说不过去的啊，就是我们咳咳啊对其他的众生啊带来了这么严重的这个伤害啊，然后我们要付出代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如果说这个不需要任何。 任何啊、呃，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那不，这个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啊、呃。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们会说我们没有看见啊、呃，我们没有看见，难道就能够不证明不存在吗？那就不是啊、呃，不是。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大家必须要啊、呃，深入的去思考，我凭什么认为啊、呃，这个善和恶？ 啊，这个善恶因果，呃、啊，报应是不存在的啊。我凭什么觉得这种想法是迷信啊？凭什么我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我的理由是什么？嗯，啊，我们客观公正的态度去观察啊，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这个啊理由？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啊。这样子以后呢，首先要。 证明啊，我的这种想法它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根据的啊咳咳，没有什么根据，就是人云亦云啊。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根据。我自己认真的去思考的时候呢，啊，我们大家啊都找不到一个理由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讲的这个《道干经》啊，里面讲的很清楚了。 我们的，呃，所有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宇宙当中的万事万物啊，都在这个因果啊，这个因和果啊，这个因果的一个一个因果当中循环啊，循环。呃，那么这个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呢，因和果之间啊，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啊，因和果之间就有。 相识的关系，相识啊，相识是因和果是相同的啊。这个我们书话说的啊，种卦得卦，种斗得斗，就是因和果是相识的啊。如果种卦得斗啊，种斗得卦这样子的话，那因和果是错位错乱的啊，不是相识的。嗯，但是永远都不是啊，种卦就。 就就就得瓜，中走就得斗啊，这样子，这个是这个宇宙间的所有所有的这个万事万物的规律就是这样，这个规律不是人制定的，是大自然自己的规律啊，它是自然的规律。那这个自然的规律啊，它就是有一个这个这个规律是什么啊？应和果啊是相相识的。 啊、呃，相似的、不相同的、错乱的东西，它永远都不会、不会啊、呃、不会、不会、不会产生。植物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动物也是这样啊、呃，动物也是这样啊、呃，就狗生狗啊，鸡、呃、生鸡啊、呃，动物也是这样，然后呢，植物也是这样，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子啊。那、呃呃、这样子的话，我们善和恶也是这样子，善啊、呃，它的。 他他的国宝啊，就是善恶，他的国宝就是恶啊，呃，坏事做坏事啊，他的国宝就是啊，也是啊，就受到这个惩罚啊，善事的国宝也就是善啊，那么这个啊，是万事万物，这个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子，凭什么因果就不是呢？啊？ 大家要好好想想啊！万事万物都是这种规律啊，都是这种规律，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嗯，咳咳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动物、植物啊，这个整个的大自然啊，都是这样子的规律。那么，所有所有都是这样子的规律。那么，凭什么硬和这个善和恶都不是这样子的规律呢？我们有有没有什么理由呢？啊，要好好想。 啊，要深入的去想啊。首先，啊，比如说一个、啊，一个呃，一个呃，想了解佛教的人，首先是他不不应该有任何的成见啊，不要有任何的成见。比如说唯物唯心啊，或者是有这个因果没有因果等等，不要有任何的成见啊，以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去分析研究啊。最后啊。 你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什么啊啊，这样子去这个去去，呃，去了解啊、呃，这种啊、呃、这种这个结果，这种结论啊，在、呃、叫做知性啊、呃，知性不是迷信，嗯，因为、嗯、通过研究啊、呃，通过这个分析啊、呃，然后通过观察。 最后所得到的结论啊，这个永远都不是米信这叫做知心啊。所以佛教的心就是知心啊，佛教倡导的这个心心是知心啊，知心并不是米心啊，不是米心，啊、呃 啊，所以我们首先要这样子的方式、去啊、去这个去去了解啊，还有从比如说从逻辑学的角度讲，从这个形式逻辑的角度来讲啊，形式逻辑里面就三个比较重要的啊，一个叫做大前提啊、小前提、结论，就这三个啊，呃、啊，要推理要、啊、要一个我们还不太了解的东西，我们推理啊。 最后这个确定的话，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有三个条件啊，大前提、小前提，嗯，大前提、小前提，然后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论啊，这样子。呃，那么大前提和小前提，大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大范围的啊，大范围的啊，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啊。 在任何一个地方，凡是冒烟的地方啊，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火的存在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过去、现在、未来，任何一个地方，凡是冒烟啊的地方都有火。如果没有火啊，那就不会有没有火的燃烧啊，没有火的燃烧就不会有这个。 这个不会冒烟啊，那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这叫做大前梯啊，大前梯，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子，大范围都是这样，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啊，没有火的燃烧而可以冒烟的地方啊，没有这样子，这叫做大前梯，嗯，然后小前梯呢？ 啊，那很远的地方，我们现在啊看到了在冒烟啊，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看到火在燃烧啊，只看到了这个冒烟。那、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推力啊，推力，啊，这个时候怎么推力呢？啊，我现在发现冒烟的这个地方啊，我可以啊确定啊有火在燃烧。 啊，有火在燃烧，为什么呢？因为冒烟啊。为什么冒烟就有火呢？因为我看到的所有地方的这个冒烟啊，都是有火在燃烧啊，从来没有发现啊这个呃嗯冒烟的地方没有火燃烧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现在可以这个啊决定啊这个冒烟的地方。 有火啊，有火在燃烧啊，最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结论啊，这个叫做结论啊，大前提、小前提，然后最后就是结论这样子啊，通这样通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啊推理啊，这个宇宙间啊，万事万物，至少我们看到的这些因果啊，这些这些这些东西啊。 都是有因有果的，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无因无缘突然间冒出来的任何一个东西啊。然后呢，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个啊，只有一个因，它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的这样子的事情啊。任何一个东西都有都有不断不断的在这个因果当中循环啊。万事万物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啊，我们接触到的所有都是这样子，嗯。 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因果啊，都是因和果是相同的啊。这个瓜的啊，这个果就是瓜；斗的这个果就是斗啊，永远都是这样子啊，从来都不是这个瓜的果是斗，斗的果是瓜啊，都是这样子啊。那么万事我们看到的万事万物是有因有果的啊。 而且我们看到的这个英国是英和国是相同的啊，同类的这样子的都是这样子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这个这个不不一样的啊，英和国是这个这个错乱的啊，都是这样。那这叫做大前提啊，这个大前提就已经有了嗯，然后小前提啊，小前提就是杀死一条鱼啊，杀死一条鱼。 吃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小范围的，就是小前提啊。现在我还不知道啊，这个银河国有没有这个银河国啊？但是呢，我可以用这个大前提里面发现的这个真实的情况来推理啊。现在我啊，杀死了一条鱼啊，把吃了。 啊，然后就我剥夺了我无啊，就我无因无缘的去剥夺了他的这个生存的权利，剥夺了他最最最珍贵的生命啊，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啊，无限的痛苦啊，无限的痛苦，这就是因啊，那么。 他有没有过呢？他一定会有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前提里面，我看到的万事万物都是有有有有因就有果的啊、呃，所以这个一定会有过的啊、呃，一定会有过。那么他的过会是什么样子呢？啊、呃，会不会我给他带来了这个伤害啊、呃？所以我会不会感到幸福快乐呢？不会我，我、呃、啊给他啊、呃、带来了痛苦，然后他的过。 也是同类的，我以后也要受痛苦啊！这两个因和果是相同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这叫做小前提啊，然后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杀死一条鱼啊，然后呢，我把它吃了以后，我认为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什么任何的东西啊，它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但是呢，啊，这个我。 现在啊，这样子进一步深入了解的时候，我不敢保证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东西。嗯，如果留下了什么东西的话，那么他的这个他发挥的锅，绝对啊不是好东西啊。我让他痛苦啊，然后这个锅是他也一定会啊让我啊以后会痛苦。那么这两个是这个相通的，可以这样子这个推理。那么这个啊。 叫做结论啊，结论啊，这个大前提、小前提，啊，这个结论，这三个有啊，但是呢，不是非常非常的确定啊。要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用佛教的这个逻辑学啊，这样子这个精确性非常非常高的这个逻辑思维去判断啊，这个很难的因果是我们推理是推不出来的啊，但是呢，大致上是可以推理的。 啊，大致上可以推理。这个推理的方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方式去推理的话，大致上可以推理。但是这个是不是完全是啊、呃？能够用这个、呃、用这个逻辑学来证明啊？这个不是很不是不是不是很呃不是很容易的。所以真正要这个知道什么样的过啊、呃，是什么样的因产生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那就必须要有佛的这样子的佛佛陀的智慧啊。比如说，我们看这本书是我们的肉眼可以看，但是如果我们要看到这本书里面的这个原子分子啊，那这样子我们的眼睛是没有办法，永远都没办法看到，必须要有显微镜啊，有显微镜才能够看得到。 同样的，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这个深入的去了解因果，那就必须要有佛的智慧啊。当我们的感官提升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啊，看得到这个，啊这个因果因果的关系啊。否则的话啊，我们的现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感官。 啊、呃，是是看不出来的啊、呃，他看不出来，他感觉不到。实际上，这个不能证明任何的东西啊、呃，不能说明任何事情。嗯，他感觉不到的东西太多太多太多了啊。微、呃、观世界里面的这么多的这个事情，他从来都不知道啊、呃。呃，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像这个啊、呃，这个呃，红外线啊、呃，紫外线。 X 光啊、呃，然后就是伽马射线等等等等，这个宇宙空间当中太多太多的光和这个波、电磁波，我们根本就啊、呃，根本就看不见，所以它看不见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嗯，这样子，所以啊。呃 我们就不要自以为是啊！实际是我们在自欺欺人。我们的感官看不见，这个不能否定。如果我们的感官看不到的可以否定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否定科学的高科技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否定了啊！万有引力。 我们能看得见吗？啊，这么这么大一个磁铁，它周围的这个磁场，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见吗？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得到吗？我们的鼻子能够感觉得到吗？都感觉不到，但是它存在呀、啊，啊，所以这些东西是啊，首先我们要去。 要去这个，呃，了解深入的去这个啊了解，我觉得这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们直接就讲这个因和果的话，我觉得，呃，我们还是有点难啊。所以我希望啊大家这个因果方面呢，要多了解，嗯，然后啊，因和果。 啊，他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啊，比如说我们去啊、呃、去呃杀一条鱼，然后吃了啊、呃、很好吃啊、呃，然后很喜欢啊，填、呃、饱肚子啊、呃，那么这些是不是这个这个杀生的这个国宝呢？不是。 这这不是，嗯，这里面有很多种因果啊，这是一个客观的，比如说我们吃了这个鱼的肉，然后呢，通过这个鱼肉的这个味道啊，然后就刺激了我们的舌头上面的这个这个、呃、分啊分支啊分支，然后我们就尝尝到感觉到了一种味道。 啊，那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一个因果啊，然后呢，善恶因果呢还是另外一个因果？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因果啊，善恶因果是另外一个因果啊。那么，这个善恶因果是什么样子呢？首先我们啊就。 这个杀了一条啊、呃、生命的时候呢，啊、呃、表面上看起来啊、呃、他的生命结束了，他的生命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啊、呃、就认为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什么。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杀生以及这个有七星冬眠的时候就已经。 啊，我们的这个意识啊，尤其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啊，我们的意识的最最最,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这个层层面上的一个意识，非常稳定的啊，它一直到从现在到成佛之间啊，它从来都不间断的。 啊，他从来不间断这么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一个这个意识啊、呃、精神啊、呃，那么这个叫做在佛教里面叫阿赖耶识，嗯，它是所有所有山阿啊这些东西的这个储存的地方啊，它就像一个容量相当相当大的一个电脑的这个银盘啊一样。 啊，电脑的硬盘，啊，那么这个硬盘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啊，各种各样的数据啊，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啊。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去研，我用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个硬盘啊，我们看不出来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我们看不出来的，嗯，但是当电脑去这个接，去啊。 电脑去读啊，这个这个这个硬盘的时候呢，然后啊就可以看得出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啊，画面都能够看得出来。啊，同样的，我们比如说杀了一条绳的时候呢，它有另外一种这个能量啊，另外一种能量，这个能量是我们的嗔恨心啊，还有我们想去杀生的这种这种这种念头啊，它。 他制造的，他制造的一个一个能量，嗯，然后这个能量呢，啊、呃，就储存在啊、呃、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啊里面，就储存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嗯、呃，当时我们没有发现啊，我们没有发现有没有储存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实际上就储存了一个这样子的能量，然后这个能量有可能啊，这一辈子啊。 就感觉不到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能量啊、呃，也许几嗯几百年啊，下意识再下意识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感觉，但是它一直都在啊。那么有可能是几百年，有可能是几千年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时候啊，当这个机缘成熟的时候呢，然后啊，这个能量。 就成熟了，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啊！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有几个原因啊？一个是需要客观的因素啊，客观的因素也是很重要。如果这个客观因素不存在的话呢，它啊、呃，这个暂时是没有办法，嗯、没有办法这个这个啊、呃，没有办法成熟。所以，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啊，我们有一个爷啊，有一个爷，啊、呃，这这一生当中，如果这个这个，比如说我们杀生或者投倒这样子的，啊、呃、这样子的这个能量啊，这样子的业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如果这一生当中啊，他要成熟的话，他必须要找到这个这个适合的啊时间空间。 还有客观的因素啊、呃，如果这个客观的因素啊、呃，它没有这种客观因素的话，那么就这个没办法，没办法成熟。比如说是一个人的话，那人就有贫富啊、呃，贫富之差。所以呢，一个人，如果我们是一个人的话，那就是这个时候他可以有啊、呃，他可以这个。 呃，有这个，比如说偷盗，那、呃、偷盗的这个惩罚，就让我们变得很穷这样的啊、呃。如果这一生当中我们是一只鸟、一头呃一头牛啊、呃，这样子的话，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贫和富这样子的这个概念啊，所以。 啊，所以，呃，很多都是需要有这个，需要有这个客观的因素啊。这叫做我们之前也讲过，这叫做金印啊。还有叫做一个叫元印啊，元印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这个音。嗯。那元印和金印两个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会发挥作用啊啊。这个几千年也好，几万年之后也好，它永远都是。 都都都不会啊，它都不会无因无缘的这个消失啊，除非是我们忏悔啊，把忏悔把它忏悔干净啊，否则的话它永远都这个存在啊。那么它找到了适当的这个时间、空间、客观因素的时候呢，然后它就发挥作用了。那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就会杀生啊。 就这个，比如说不健康啊，生病啊，或者是这个生命很短啊，就是会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呃、啊，这这样子的这个相识的这个过啊，相识的过都是这样子。呃、啊，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意识啊，我们的意识当中的阿赖耶识当中呢，有成千上万个啊善恶的这个种子啊。 呃，所以我们比如说这一生当中啊、呃，这一生当中，我们虽然没有造什么恶业啊、呃，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是从几百万年、几亿年之前一直这样子下来的，所以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东西储存，我们根本没办法啊、呃，根本就是没办法了解。 虽然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杀杀到阎王，但是呢，有可能是上一世、再上上一世的这个，啊、呃，这个，罪过的啊，罪过的能量啊，早就有储存啊。那这样子的话，下一世、再下一世，或者是这一生当中，我们会啊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因果的惩罚啊，所以啊、呃，就需要。 啊，所以需要忏悔啊！不管是这一生当中有遭罪没遭罪啊，这个我们不确定，过去我遭了什么样的这个罪啊，这个不确定，所以呢，嗯，忏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忏悔了以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因这个啊、呃、这些这个罪过的这个能量啊，全部可以啊、呃，可以这个。 呃，比如说我们硬盘上的一些我不需要的东西，我删除了一样啊，删除了以后呢，任何任何一个电脑啊，它都读读不出来，看不出来这样子，嗯，然后我们死的时候啊，一个人比如说这一生死了啊，那么这个肉体啊，就是就归这个尘土啊。 但是呢，我们的意识呢，啊，它就从这个身体可以由转到另外一个这个身体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意识，嗯，也就主要是从这个身体转到另外一个身体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然后这个阿赖耶识它转到另外一个这个它这个这个身体的时候呢，它把它的所有的这些这些储存的。 啊、哦，已经储存的这些东西都会带到啊、哦，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里面。那这个就像我们。 就就这个一个呃一个这个硬盘啊，从一个计算机啊当中拆下来，然后再装另外一个计算机一样，再装到另外一个计算机的时候呢，那另外一个计算机里面啊，上一次这个这个计算机里面的所有的信息都在另外一个计算机当中啊，全部可以。 啊，读出来啊、呃，就是这样子。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就储存的东西太多太多啊、呃，所以就是带到下意识的时候就会啊、呃，这一生当中我什么也没有做，但是下意识有可能啊啊、呃、有这一呃这一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有可能没有做任何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罪过，但是呢，这个人有可能这一生啊、呃、不顺啊、呃、不顺，为什么不顺呢？ 啊，这个不是因为这一世的，因为是上一世啊，他的这个这个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呢，储存了太多太多的啊，这个罪恶的东西啊，所以呢啊，这一生当中他不顺啊，有这样子，嗯，然后也许我们这一生当中，比如说啊，煞到阴王啊，这样煞到阴王啊。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罪恶啊、呃，无恶不作这样子的人啊、呃，他一切都很顺利啊、呃。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我他现在在这个他的阿赖耶识当中储存很多很多很多负面的啊、呃、这个能量，但是呢，这些负面的能量他现在还没有发挥啊、呃，没有成熟。他现在成熟的都是上一次啊、呃、储存的东西。那么上一次呢啊他。呃 有可能啊，做了一些善事啊，这个也不一定上一世、再上一世或者很早很早以前的善事啊。那么这个山，他今天啊，在这个这个这个，啊、这个呃、成，他今天在这个成熟这受这样子的这个国报啊。所以轮回啊，轮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这个过程。嗯，我们啊，就是用。 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个眼光啊、呃，来啊、呃，这个判断啊、呃，人生啊、呃，这个是绝对是错误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就这么一届啊、呃，就这么一段啊、呃，整个生命当中的一段一小段，我们现在看到的啊、呃，我们认为这个一小段里面没有发生什么的话，我们觉得没有了啊啊。呃呃 我们认为这个这么一小段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都是都是这一生当中的这个因果啊，确实不是啊，这个是我们的啊最大的啊最幼稚的想法，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啊，因为我们不了解这整个的生命，过去我们不了解，后面的事情我们也不了解，嗯。咳咳 这就导致了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观啊、呃、和人生观啊，确实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啊，非常不成熟。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这个人生观，都是来自于这个表面的啊，人生的表面，然后我们的世界观也就只了解一些世界的这个表面的现象啊。 呃，深层次的东西我们根本就不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去想过这些事情啊、呃。如果没有像佛教的这样子的教育的话，那即使是我们想了，也不一定想明白啊、呃。所以，我们、呃、就不要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啊、呃，不要认为我们的生命就这么简单啊、呃，就是，就是。 啊、呃，就是一个物质当中产生了一个生命，然后呢，物质接散的时候，这个生命就没有了，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根本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呃，所以我们要深入的去去了解，对这个因果是必须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啊啊、呃、坚定不移的心心啊、呃，这样心性，这样子以后呢，以后我们。 啊，这个学佛这些都是很很容易的，嗯，否则的话啊很难，啊，但是佛陀没有要求我们啊，没有要求我们无条件的，啊，去相信这个啊，佛就是让我们自己去了解啊，自己去分析、观察，然后呢，如果觉得有啊，那你就去信啊，如果觉得你觉得没有，那你就可以不信。 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英国方面是非常重要了啊，这些大家不能不知道啊，希望我们、嗯、多多多了解一下这些事情。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这个可以读一读呃《百叶经》啊，《百叶经》。所以虽然《百叶经》它都是讲一些故事啊，这些故事。 啊，这些故事都是都是成千上万年以前的事情。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啊去证实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不是真实啊。但是呢，这些故事都给我们啊啊就就很清楚的啊描述了一个因果的这个循环啊因果的关系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百业经》也可以了解这个因果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现语经》啊，《现语经》也跟它的内容，啊，就跟这个《百叶经》是差不多的啊，也是也都是讲一些故事啊。这个故事我们确实是今天没办法啊，用一个什么逻辑来证明这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个没办法，肯定否定都没办法。但是呢，它也就是在这个当中呢。 啊，就是很全面的啊，很全面的这个阐述了这个佛教的因果的这个观念啊，因果观念讲的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这个给我们也有也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曲度啊，很容易的，这个都是讲故事的，嗯。还有一个呢，叫做正法念出。 经啊，这个就是小乘佛教的一部经啊，这个是在这个讲因了解这个因果方面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要的经典啊，《正法念出经》，但是啊，这个是是它不是讲它不是讲故事啊，里面讲很多很多道理，那么。 它都是古文啊，那我们就有一定的这个语文的水平，这个的话才能够可能全面的，呃，能够了解啊。有些呢，可能水平比较高一点的话，也就不一定，因为里面的很多的这些术语，我们可能难啊。如果去找这个，可能去翻这个佛教大字典啊。 那佛教大字典的解释是，就就又又又又要找又要找字典啊，又要去翻佛学字典，呃，可能比较难，但是呢，也可以了解一些啊，一部分是没没问题的《正法念初经》啊，还要要给大家提醒啊，我们读《正法念初经》这样子的这个佛经的时候，这个里面就有很多不符合科学的啊东西，不符合科科学的东西，啊。 那么这些我们怎么样理解呢？这个佛经里面啊，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佛经怎么去解释这个佛学的过去的这些大事？他们才是权威啊，他们这个这个这个解释权啊，就是在他们手里啊。那么佛经就是讲了义和不了义啊，了义不了义，了义就是真实的。 啊，真实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把真实的东西直接告诉我们啊，叫做疗愈。不疗愈啊，不疗愈的东西呢？佛虽然是这么讲了啊，但是实际上啊，不疗疗是什么意思呢？疗就是没有任何的保留啊，疗就是把全部的东西给你讲完了啊，就没有任何的保留，这叫疗愈啊，愈就是它的内容。 嗯，然后不聊依的意思，佛是虽然是这么讲了啊，但是这个不是佛他的本意，这里面有所保留啊，没有把全部东西讲给我们听啊，有所保留啊，就这叫做不聊依啊。那为什么佛讲这样子的这个这个佛经呢？嗯，就是因为当时的人啊，当时的人这样子讲，他才能够理解。 才能够接受啊，佛经都是接近三千年前的啊，这么早的啊，这么早的时候这个产生的啊，然后呢，当时的这个印度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地方，因为各种各样的文化、各种各样的哲学、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都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聚集在一起，嗯，所以。 来听佛法的这些人当中呢，有各种各样背景的人啊，各种各样的想法的人，嗯，然后佛就是为了适合他们的这种口味啊，然后就是就通过一个这些人能够理解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去给他们讲啊，才能够他们才能够能够接受。那这样子以后呢，虽然这个佛讲的啊这些话。 有些地方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符合逻辑的，不符合现实事实的啊。但是没问题，他先这样子理解啊，然后逐渐逐渐的，他可以啊进入佛门，然、啊、后最后呢，他可以了解到这个真相。 啊，他最后就可以了解到这个真相。先，首先就让他们通过一个不符合事实,实的东西来逐步逐步的，最后就给他们讲啊，聊以。否则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啊，真实的话，那、啊、这样子的话，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啊、呃呃理解。所以从此以后呢。 就断掉了他们的这个善愿啊！从此以后就觉得这佛说的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他就永远都不来听佛法，不修心。那这样子就是断掉了他的善根啊！所以佛释迦牟尼佛他自己也很多时候讲，我舍不得啊断掉这些人的善根，所以先只能这样子讲，然后呢慢慢慢慢啊引导，最后让他们发现啊真真相。 嗯，那么就是为了这个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就佛教里面就有一个叫做不了因啊，不了因。所以我们读这个啊，这个呃、啊《正法念初经》啊，这样子的时候呢，那这个里面就讲了很多，比如说日食、月食，还有就是这个宇宙、这个山河大地啊等等，都讲的都是。 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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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千年前、三千接近三千年前的，呃，符合这个时候的人类的这个思维啊、呃，这个放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这个不符合的。但是这个要知道是是啊、呃、是是这个原因在这样子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果释迦牟尼佛啊、呃，今天啊，二十一世纪、二十世纪，如果佛产啊、呃，这个时候。 啊、呃，出现的话，那么佛经里面讲的都是，啊、呃，都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科学的，呃，这些这些观点啊、呃，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时候的不和现在不一样，举一个例子，非常简单的，比如说两千多年前啊、呃，在天文学上啊、呃，天文学上也出现了这个日心轮啊、呃，日心轮和地心轮。嗯。 日心轮就是现代科学讲的，就是日心轮啊。所有的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地球这个啊，这个呃，土、这个呃、星、木星、金星等等这些星星，都在这个转啊转绕这个这个啊、呃、太阳，在太阳的这个周围的轨道上啊这个运转啊，这个云状、啊这个、这叫做。 叫做这个日心论，然后地心论就是我们是错觉导致的啊，就是认为这个所有东西，我们的地球，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啊，其他的，呃，太阳、月亮，所有的这个啊。 这些恒行星都在这个围绕啊我们的这个地球转，这叫做地心论。早起的时候呢，啊这个，呃五五四五百年之前的这个有史以来所有的这个啊天文的这种观念都是都是地心论，但是呢啊两千多年前也就出现了一个。 日心论就是像今天科学科天文学讲的一样的这个日心论啊，但是根本就没有没有传播啊，没没没有得到传播，根本就不相信，人们就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啊，所以因为我们每每一天看到的是这个呃呃太阳、月亮，还有所有的金星、木星、土星都在围绕我们的地球在转呢、啊。 啊，我们看到我们肉眼看到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们明明看到了太阳在转转转让我们的地球，然后月亮所有东西都在，所有的这些天体都在转啊，都在我们的周边转，怎么可能是啊这个日心论呢？啊，所以就是没有得到这个传播，没有人相信啊，就是这样子，佛爷就就就认为认为这个。 那个时候啊、呃，就呃，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佛也没有讲啊。还有一个佛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一个，在一个一个一个原始森林啊当中有几个人啊，然后呢，突然间有一个有有另外一个地方呢设了一个节啊。 啊，其中一个人被射中了啊、呃，然后这个箭是一个毒箭啊，毒箭，快速的就几分钟之内，如果不处理的话，这个毒啊，就是这个这个通过血液循环啊，就这个整个的这个全身啊，都会这个都会啊都会因为这个毒啊，就会把整个的这个人的身体都会毁掉一个这样子的局毒啊，那这个。 这个射中了这个人的时候呢，然后周边的这些人就是啊、呃，首先不去不去处理这这件事情啊、呃，然后大家都就去研究啊、呃，这个这个箭啊、呃、是从东边来的、西边来的，还是从哪里来的啊、呃？然后这个箭它的这个质量啊、呃，它的这个材料啊、呃、是什么啊、呃？这个。 这个这个剑的材料是什么？这个剑啊是什么样的人制造的？等等等等啊，他没有把这个剑拔下来，大家都就就就坐在这个周围去研究这些东西，那么人就生命保不住，马上就会死掉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首先这个这个这个剑谁舍得？ 啊，然后谁谁谁制造的，东南西边从哪里来的都不重要。首先把这个肩拔下来啊，然后就伤口处理好啊，然后如果你一定要研，要非要研究不可，那你就再研究这些事情啊。就是佛，就是说我们首先啊，不是很重要这些很多的这些知识啊，这些知识跟这个。 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啊，五官的这些这些知识，那、啊、都不是很重要啊，不是很我们人生就这么短，这么几十年啊。那么这么几十年当中，我们都去研究一些跟这个生老病死啊没有关系的这些事情，啊，这样子的话，人生就就就过完了，再也来不及啊，下一世再也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啊、呃，所以这一生当中呢，我们最重要的还不是去研究这个剑啊，而是先把剑拔下来，这个是拔出来，这个是最最重要了啊。同样的，我们要了解太多的这些、这些、这些世俗的这个知识，掌握太多的这个知识，也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啊。呃 更重要的就是，首先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烦恼啊、生老病死的根源啊解决掉啊，这个处理啊，生老病死的根源不处理的话，那么我们去学了太多太多的知识啊，读了这个大学、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全部读完了，双博士什么什么都读了啊，但是呢，我们读书读一辈子啊，但是。 最终的时候呢，还是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啊，生老病死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是有烦恼。最后走的时候呢，我们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任何自己的问题啊，就是这样子。首先不要去研究这个这个这个茧是什么东西啊，首先把这个毒茧扒下来啊再说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就是说这个。 啊，日心论、地心论，这都不不,不重要，都不重要。你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这个没关系。就通过这个方法，你认为是日心说，通过日心说进直接进入佛门。如你如果认为是地心说啊，你是对的，那可以先暂时就这样子，你先先去了解这个这个啊，我们自己的这些烦恼。 是怎么产生的啊？然后怎么样去断掉这个烦恼？先去了解这些，其他的都不重要啊。这些问题，我们的这些重大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然后你非要了解的话，那么然后再去研究啊，再去学习啊，这样子可以。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读这个啊，读这个。 正法年出经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啊不符合这个佛呃、哦、现代科学的观点的这样子的事情，嗯，会有的。那么这个为什么有呢？啊，这是就这样子，这就是我这是一个导读啊佛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呃，一个事情啊、呃，导读就是要大家引导大家怎么去读佛经啊、呃。呃，我们读佛经的时候就呃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啊、呃？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呃。这个大乘佛教里面，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呢，他也说过啊。呃 我讲的这些法里面呢，不是全部都是真实的啊，有真实的，也有不真实的啊。那么哪一哪一部分是真实，哪一部分不真实？我愿寂了以后呢，四百年以后呢，有一个人叫做龙树菩萨，他有资格来辨别啊哪个是真实，哪个是假的啊。然后我愿寂了以后，再过六百年以后呢？ 有一个叫做悟卓菩萨，他有资格啊、呃，他有资格去辨别啊、呃，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这个，啊、呃，这个了以，什么是不了以，啊、呃？这个大家啊、呃，看他们怎么，怎怎么怎么辨别啊，啊、呃呃，就怎么怎么怎么做啊、呃，怎么去信就可以啊、呃，这就佛大乘佛教里面啊、呃、讲的很清楚。后来呢，呃，龙树菩萨。 啊，无着菩萨，他们啊。 他们出来了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佛经里面，比如说佛经大藏经里面的哪一部分是真实的，哪一部分是这个不真实，讲得很清楚啊。那他是不是说小乘佛教都不真实，大乘佛教真实？当然不是了。大乘佛教的经典当中也有啊，哪一个是真实的，哪一个是不是真实的？为什么有不是真实的？这些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们要读佛经的时候呢。 要知道一些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历史啊，佛教的历史，或者是一些一些这个解读佛教的一些这个方法啊，这个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度啊，我刚才建议大家读这个有一定的这个中文的水平的人去读这个《正法念处经》啊，但是你们会发现，哦，正法念处经》当中有很多很多。 不符合现代科学，因为现代科学我们掌握的不多，了解的不多。但是呢，就是这个，呃，就是一些简单的东西呢，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这个知道这个不符合了以后呢，我们又会，啊、呃，就导致了另外一个啊、呃、疑问啊，就是这样子，呃嗯 那么啊，通过这些方法，我们要去这个、呃、了解啊，了解这个、呃、因果，然后确定了以后啊，我们相信了以后呢，然后啊再去呃修啊，大概理论上相信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去进一步的了解。嗯，首先是在宏观上啊，大致上啊。 了解这个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真实的啊。然后呢，再深入的去，比如说啊，那杀生有什么样的果报，偷盗有什么样的果报啊。然后呢，这一个一个的这个呃善恶的这个关系啊，我们要去了解，深入的去了解。那这个时候，就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啊，这个。 大圆满的前心啊，普显上师言教啊，按照这个大圆满前心普显上师的言教的这个内容去修啊。大圆满的前心普显上师言教里面的这些内容呢啊，内容都是来自于啊，像正法念处经啊这样子的佛经啊，佛经。 还有，我们可以去读这个宗喀巴大师的啊《菩提道次第光轮啊，还有我们可以去读这个这个，呃、啊。 呃，龙清坝啊，龙清坝的这个新大圆大圆满新星修习啊，这些里面都讲的很清楚的，这些都是来自于啊、呃，来自于仙宗的这个佛经，有些是来自于小乘佛教的佛经，有些是来自于大乘佛教的佛经啊、呃。那我们这样子深入的去了解思考啊，呃、嗯，思考的时候呢。 啊，有三个啊，三个阶段，我们可以这么说，三个阶段啊。这个这本书的这个、呃、这本书讲的这个词底和顺序，和我们的思维的顺序啊，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我们修的时候啊。今天我们还没有讲到一个具体的修法，我只是讲了一些因果的一些理论啊，因果的一些理论。啊英国的一些理论 呃，但是我们过过过几天以后呢，要讲它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手法啊，具体的这个手法，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啊，这个这本书的顺序跟这个思维的顺序就稍微有一点点啊不一样啊，可以调整一下啊。这本书呢啊，它首先讲这个诗。 呃，是善是不善啊？首先是讲是不善，然后再讲是善啊。这个首先是讲这些因啊，然后就因讲完了以后呢，再去讲这个过啊，再讲国啊。他这个书里面的顺序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修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子，比如说我们首先啊，去了解一下杀生啊是什么，什么叫做杀生啊。 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杀生，嗯，杀生不就是杀终生吗？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啊，杀生这个，比如说我们造这个罪，有罪过的杀生啊。 是什么样子啊、呃？没有罪过的杀生，比如说啊、呃，这个我们啊、呃，嗯，就无意当中啊、呃，无意当中，比如说踩死了这个这个小动物啊、呃，还有就是像交通事故啊，这都是无意的这样子的事情呢。虽然是这个涉及到了这个杀生啊、呃，但是它是没有哦、呃、这样子的这个罪过的啊、呃。那么。 有罪过的这个杀生是什么？首先，比如说我们去故意杀生啊、呃，故意杀动物，故意杀人啊、呃，这样子的这个一个这样子的罪、呃、过，先去了解啊、呃，先去了解，然后这个杀生啊、呃、是去思考什么是杀杀生，嗯，然后思考完了以后呢，精解者啊、呃、去思考。 这个沙省的国宝是什么啊？这沙省的国宝是什么？有几种国宝啊？这个。嗯 佛经里面呢，就讲了四个国宝，四种不同的国宝。这里面讲了啊，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讲啊，《回灯之光》里面呢没有讲这么多，因为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都有了，就没有必要再去重复了。大家看《大圆满》学《大圆满》的这个呃前心啊，前心引导文就可以。然后我们尽解者啊，去这个思考啊，思考他的这个国宝。 啊，杀生有什么样的果报啊？果报有几种果报啊？啊，后四个果报、啊，四个果报，一个一个去思考啊，这是第二个阶段啊。然后我们再去思考，那我曾经有没有杀过这样子，有没有造过这样子的这个杀生的这个这个。 呃，罪过啊、呃，然后去思考啊、呃，那肯定是有的。我们，呃，不可能没有一一生当中的没有杀过生啊、呃。可能我们参与过这个杀生啊、呃，比如说，呃，这个尤其是这个吃的方面啊、呃，我们肯定是就参与了很多很多杀生。嗯。 那么这个有什么样的国宝去思维？然后呢，我们最后第三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的时候，然后我们啊，这个呃，就呃，就对这个罪过，对这个罪过啊，要有这个后悔啊，要要要升起这个后悔之心。嗯，然后呢，有了后悔之后，然后再下决心啊。 以后啊、呃，我再不去啊、呃，再不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不再杀生啊。从今以后不再杀生，这样子下决心。嗯，呃，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啊、呃。这书里面呢，首先是讲杀、盗、因就这么讲的。但是呢，我们啊、呃，思维的时候呢，先是讲杀。 然后呢，再去思考这个杀生的国报，再去思考，最后就思考这个杀生的国报对杀生的国报的这个后悔啊，然后就是下决心，从此以后不再杀生啊。那这样子思考的话，就是这个比较啊、呃，比较这个一一方面呢，一方面是比较方便啊，另外一方面呢，这样子的这个。 呃，这样子的影响啊，就比较深，应该影影响比较深刻。嗯，然后效果比较好啊，效果比较好，这样子以后呢，沙导阴，就一个一个啊。首先就是这个追国，然后是它的国宝，然后是我们啊这个忏悔啊这三个啊，然后杀生这个三个完了以后呢。 然后头导先去思考头导是什么，然后再去思考这个头导的过宝是什么，然后最后再去思考啊头导的这个过宝对这个过宝的忏悔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啊这个修这个、呃、因果不虚的时候呢啊我们。 在一座里面啊，一座里面不需要去思考这个十三或者十不山这么多，就思考一个啊，比如说杀生啊，就就是我们就这一座当中就智取十为啊杀生，嗯，杀生是什么？杀生的果宝是什么啊？那么。 然后再反省一下，我自己有没有杀过生啊？然后有杀过生的话，那我也已经造了这样子的这个罪过。了。那么，所以我现在要这个要忏悔。当然，忏悔是我们以后这个专门的忏悔是吴家兴的时候有金刚萨埵，但是这个时候呢，也要啊对这个国宝。 啊，对这个杀生，啊，发起后悔的心，然后就是下决心，啊，以后就不去再造这样子的罪过，啊，这样子这个偷盗，偷盗完了以后就是这个杀盗淫邪淫啊，然后就亡欲，这样子一个一个下去的话就有有效果啊。我们如果这个一做里面要去想这么多的话，那么就思维啊很混乱，然后效果不好，影响不深刻。 啊、呃，所以，我们啊，把这个分开，先是把这个，呃，杀生啊、呃，这一座当中杀生，或者是我们就未来的三天五天，每次打坐的时候就思维，呃，杀生的这个罪过，其他都现在是都都都都不去这个思维啊、呃，然后我们对这个杀生的这个啊、呃、这个。 追国和他的因果有一定的了解啊，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信心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再去修这个头道啊这方面，啊这样子一步一步思维的话，那就就效果比较好啊。首先这样子，首先我们去大致上了解这个因果啊，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的因果，我们从通过道干净。 啊，然后呢，这个善恶因果呢，也就是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佛经讲的啊。然后最后我们啊，这个我们建立了一个对因果的信任的时候、心性的时候差不多的时候，至少我相信是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啊再去思考这个这个杀啊。 杀生、偷盗这些啊，如果我们这个大致上这个因果都不接受、都没有相信的时候呢，那么去杀生有什么样的果报、偷盗什么的，都根本因果都不相信啊，那这个这些这些具体的去想了，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大的帮助啊。所以我们禅修办啊，修的时候是要要要这样子修，这样子修的话，我觉得效果好。 好，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里啊。实际上，我们今天也还没有讲啊，这个它的具体的手法啊。下一堂课我们就要开始讲这个它的具体的手法啊。这几天呢讲的都是就是关于这个英国方面的一些尝试啊，一些这个推理的方式啊，理论啊，主要是这个理论讲的都是理论啊。那下一次。 哥，下一堂课我们开始讲这个，呃，具体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还有一些时间那、啊、然后大家对这个因果啊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可以提问题，互动交流。明力上师，先问一个网络的问题，请教上师，看不见的东西固然不能断定一定不存在，但是又如何证明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说轮回因果一定存在呢？嗯，首先轮回这个证明轮回的存在，这个非常非常的容易，我觉得已经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证据。嗯，主要的证据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可能。 呃，不太啊、呃，善于这个思考太复杂的东西。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些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证据啊、呃。虽然是简单，但是呢，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说服力。那这是什么？就是，呃，就是这个小孩儿啊、呃，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开始讲这个啊、呃，他的这个前世。 啊，这种情况，这个全世界啊都有很多啊。然后西方的科学家以科学的方式去啊研究了。那么他们的首例呢，目前有两千五百多个这个个案，那都是都是都是，呃，他们非常的详细的记录了他的这个整个的。 啊，这个过程，那么这个是除了轮回啊，除了轮回人的转世轮回以外，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来自于科学、来自于哲学、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什么学的，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啊，所以轮回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容易这个争啊争命。 啊、呃，但是英国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推理的方式已经讲过了。我们首先我们啊、呃，这个肯定啊、呃，看不见的东西不一定存在，这个大家都比较容易容易理解。啊、呃，但是看不见的东西怎么样证明存在呢？当然不是所有的看不见东西都是存在的。看不见的东西你看不见的。 啊、呃，这些里面呢，看不见的东西有有有有,有些看不见的东西是存在啊、呃，只能这么讲。那么因果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推理的话，也就大致上啊可以这个这个推理。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如果我们真的要把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要非常清楚的亲身体会到，或者是亲眼看到的话，那这个必须要我们的感官提升。 呃，才可以的，否则是没办法。就刚才讲过，这张桌子的的确确，啊、呃，它是原子和分子这样子的这个很微小的东西啊、呃，离子构成的啊、呃。但是啊、呃，如果没有显微镜啊，永远都没办法证明这个。如果你一定要看到这个它的这个微观世界的真实情况的话，那就必须要去。 啊，必须要借助这个纤维镜的这个力量才可以啊！没有纤维镜，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啊！我们不要以为所有的这个、这个、这个真实的东西都是我们的感官是可以看得到。凡是我们的感官没办法知道的、没办法清楚的，都是不存在，不能这么去想啊！所以咳咳，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推理啊，我刚才讲的这种推理的方式。 通过这个形式逻辑的这个推理的方式，大致上是可以，可以，呃，明,明可以这个指导啊，善恶因果的合理性啊，善恶因果是存在有这个存在的可能性啊，只能这么说。这是一现场的问题，你上师。 在打坐观修无常的时候，思维到一个问题：无常与因果的关系是什么呢？因果是自然法则的话，如果现在所所有的因果，是不是就不会存在无常呢？一切都是有因缘而得结果，包括成佛。请上师开始。因果和无常的关系，啊、呃，因为因和果，比如说。 因它的毁灭，然后果就可以产生啊，这就是跟这这个就是跟这个无常有很很大的关系啊。如果不是无常的话，那么比如说这个因啊，它永远都存在，嗯，然后因它永远存在的话，这果就没办法出来的啊。因它永远都停留在这个因的啊这个状态当中，它永远都没办法。 这个变成锅，比如说，呃，这个呃豆芽啊，它如果永远都这个停留在豆中啊种、呃、子的状态的话呢，那它没办法发芽，它没办法变成这个豆芽，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它是无常啊、呃，所以可以啊、呃、有因可以有果。 如果不是无常的话，这个因果是根本没办法监理的，因果的关系是没办法监理的。还是现场的问题，微信上有一则关于法王如意宝开始吃虫草的人会下地狱的开始不知道是否属实？不属实，不属实，简直是胡说八道，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这样子的事情，微信上太多太多了，就没有任何的可信度，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嗯，请问上师，经营佛像流通是善业吗？比如说像无池的商家等等，他们那样赚钱是可以的吗？嗯、这个佛经上有明明显的记载。那、啊、如果我们把佛像当做一个商品来买卖的话，啊，这个是遭罪的，不可以的啊。如果佛像就是为了这个流通啊，为了更多的，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佛教徒，他都想有。 像有像像有一个佛佛堂，然后佛堂里面呢也需要有这个佛香，那么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要是有有人去做啊、呃、才可以啊，如果没有，从来没有人去做，那我们这个佛香从哪里来呢？如果就是为了考虑这一点啊、呃，然后他就适当的赚一点，比如说他的这个水电费等等等等这些赚一点，但没有什么没有考虑到利润。 啊，那这样子的话是可以的啊，而且就会有会有会有功德啊，会有功德的。如果把这个佛像就当做普通的商品这样子来卖啊，就这个赚利润那，那就有那就有罪过了，不可以的。嗯，请问上师，我听说，嗯。 修显中的人有这样说，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打坐，如果没有老师在身边指导的话，很容易走火入魔。我怎么样放下这个担忧，继续在家观察修？这个担忧不能放下的，这个就是这样子，这个不仅仅是仙宗,宗的、密宗，这都没有没有区别，修什么都是一样的，必须要有人。 有人教啊，但是带是什么意思？这个带的人不一定要在身边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听了这个课，然后大家回去自己家里去修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修发啊，我们讲课的时候大家来听听完了以后呢，啊，一个月、两个月。 然后又不到其他地方，就在自己家里修，这个没问题的啊,啊，不不一定要旁边有什么师兄啊、上师呀、啊，也都基本上不可能，也不需要啊啊。但是如果自己自己去看书，然后从来都不去听啊啊，这样子的话，就是仙宗也好、密宗也好都不可以的，包括小乘佛教的戒律里面都说。 如果没有诀窍，没有修行的诀窍，不允许打坐啊！他有这样明显的要求。嗯，这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如何理解佛教是超越因果的学问？超越因果的学问呢、啊？佛教是超越因果的学问，他意思就是说，呃，佛教。 呃，通过佛教的方法去修心搭作，有一天可以真悟空心，然后真悟空心了以后呢，就是超越了这个因果，呃，然后也就是比如说，呃，比如说修心达到这个异地菩萨或者是更高的境界的话，就不会去遭业啊、呃，也没有这个因果。 是这个意思吧？他的意思是这个，可能是这意思，可能是这个意思，对。哎，这是现场问题。关于因果，如果参加婚礼的现场会有很多杀生的行为，这样参加的人都会有共业，对吗？请问上师，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参加这样的婚礼？ 如果啊参加这个朋友的婚礼，那么他们一定有很多就涉及到杀生的情况的话啊，比如说自己十天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准备啊，我今天要参加这个婚礼，但是呢我不杀啊这个不吃活物，或者是这个荤的方面啊我都不吃，有这种打算的话那就没问题的。 嗯，这是网络问题。刚才用很多小孩子能够一起前世的案例来证明轮回的存在。嗯，他觉得是这只是案例，不具备普遍性、可重复性、可预测性。嗯，他觉得真理必须具有普遍性、可重复性、可预测性。嗯，请问上师，我们如何可以用轮回的真相来做预测、可重复性？是的。 这个首先，这个就是首先有一个问题要思考啊。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啊，不需要成千上万的人；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钱是过来的话，那就这个人死了以后，就是像如灯灭了一样的这个。 这个这种说法就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不需要成千上万的人。那么再考虑一下，那他一个人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那他死了以后，他的灵魂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不就是说没有大脑，大脑人这个心脏跳跳动，还有血液循环。 这个停滞了以后的五分钟之内，就大脑的细胞全部不就是死完了吗？死完了以后，人的灵魂不就没有了吗？那么，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那这个一个人就已经足够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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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是已经是瓦解了。所以，这根本就很多人说这个是个案个案。如果有个案的话，那这个这个这个他的这种见解就已经一个个案就可以这一足够。 这就已经不对了。那那如果是个案的话，那你来解释一下这个个案他是怎么来的，他的灵魂是怎么来的啊？呃，那不就完了吗？如果他说，那如果说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那好啊，其他人有没有？其他人有没有这个前世轮回？我们先不谈。那那这已经证明了这个灵魂不是大脑的一部分，灵魂是可以这样子加去的，生命是可以延续的。我们。 一直到现在说的这个人的这个这个灵魂啊、呃、不存在，啊、呃、死了以后一切都结束，那就现在已经证明了不是呀，所以不需要太多，一个就够了。呃、当然这个要有正面的解释啊，正面的解释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人的这个记忆力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力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今天这里有一百个人。 啊，一百个人，有些人呢，我们很小的时候的事情都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啊；有些人呢，昨天发生的事情，等我们要想半天才能够想得出来啊。这样子的事情，那、啊、这个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还有一个呢，佛经里面就有这个记载啊，佛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给大家讲经说法，然后就是把这个佛陀的智慧。 啊，就赐给人，赐给别人那样子的，反正就是给人啊，就就给予智慧这样子的话，可以下意识可以激记忆啊，这个前世能够积很多很多前世，也有这样子的原因，有很多的原因啊。所以不积德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啊，佛教的解释，大脑它虽然不是这个仪式 意识它也不是大脑，但是呢，尤其是藏传佛教的这个密法和脏仪啊，里面解释非常清楚，我们的大脑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啊，跟这个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感官去认知这个外面的世界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嗯，所以上一世的这个大脑彻底的没有了，然后这个坏胎期间啊。 很多时间都是昏迷的这个状态当中，昏迷，嗯，所以这个因为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昏迷的状态啊，然后上一次的大脑完全是没有，完全是更新啊，这样子的这个这个文呃这这样子的事情就导致了我们就是把上一次的很多的记忆都记忆都记忆都失去了，比如说，比如说有些人。 啊，比如说像交通事故，呃，等等一些突发性的事情，比如说就人呢、呃，就嗯，大脑哦、呃、受伤啊、呃，或者是严重的这个昏迷，呃，这样子的话，他醒过来的时候就很多失去了很多以前的记忆啊、呃，人还活着，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失去了很多记忆，就这个这个原理啊，很简单，所以他们很多绝大多数的人是没办法回忆，但是啊。呃 这些没有回忆的这些现在不能回忆的这些人，通过催眠啊，通过催眠啊，有些人都可以可以这个这个回忆啊，所以呢，也就是说明这个我们现在不能回忆的人是没有这个前世，不是这样子的啊。反正就没关系的，这个反正如果是有这么一个两个的话，至少有一些人是有轮回了，对吧？对。<laughs> 嗯，还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呃，菩萨有入胎之谜、嗯，那为什么有的再生人他不是菩萨，还是能够一起前世呢？菩萨，菩萨是菩萨，就是这个《呃，句式论》里面讲的很清楚的啊。比如说入胎、出胎，还有就是怀胎的这个这个三个阶段，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呃，这样子的人很少的啊、呃。然后呢，入台的过程都其记得清楚，出台和坏胎这个住台不清楚那、呃、这个都有都有都有不一样。这个阿罗汉和皮支佛和菩萨都都不一样的。 然后呢，世俗的一些比，比如比较，比如有福报的一些人呢，他也可以积积一些，但是呢，他不一定积得全全部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都是跟这个自己的修心和修心有，主要是修心有关系啊，修心的境界、呃、有关系。那菩萨的话，就到了一地一候呢。 然后他就完全就就脱离了这个障碍啊，一地以后，那还没有到达一地之前啊，就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嗯，那我们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说我们有些在生人，比如说就是小孩儿或者那种、啊、他能够一起前世，啊、他说他不是菩萨，他为什么能够一起、啊？这个不，这个这个。 不一定，这个不一定，这个不一定，所有回忆的人都是菩萨，这个这个不是这样子。这个菩萨也可以皈依，菩萨一地以后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除了这个菩萨以外，啊，也有很多的原因是可以让他们回忆过去，啊，跟他们的身体，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呃，机啊，吉心不一样，啊，就是这样子，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这样子，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的这个吉星都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吉星稍微比较好一点的，不是菩萨啊，不一定是菩萨，就这样。嗯，嗯，这是网络问题。上师，您刚才讲到佛经中可能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比如说《正法念处经》中所讲的日月石、山河大地等等。 但我了解到人类的感官有许多看不到的东西之后，我就相信佛经中所讲的世界景象可能是更符合事实的，而现代科学对世界的描述可能是片面的。听了您的讲解，我又感到困惑了。请问，小城经典中所讲的须弥山、四大洲、日月宫的描述，是否在有神通的人看来是更为正、更为正确的世界图景呢？ 很多小乘经典中都是这样讲的呀，我想佛陀讲法也不不能太过于不符合事实了吧？<laughs> 这个佛经里面早就有记载了，这可以这么说。比如说佛经里面也讲了，比如说佛，比如说日食和月食的解释啊，我看到的也就是至少有十个以上的。 不同的解释都是不一样的。佛一会儿又说，因为日食月食是这个原因；一会儿又说日食和月食是那个原因，讲的很多，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嗯，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宇宙和世界的这个大小啊，它的大小，它面积的大小，佛经里面也就是就是讲了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描述。那么这些呢？ 啊，为什么有这样子呢？如果我们现在的这个感官啊，现在以我们的这个现实的感官和我们现代人的这个感官作为一个标准啊去看的话，那我们在佛经里面讲到的很多都是这个这个看不到的。但是佛经里面，比如说，最终有一个是非常非常这个确切的，那就是《十轮金刚》，这个我回灯之光里面，呃，也讲过了，《十轮金刚》里面讲的。 就跟现在的这个天文学讲的是一样的啊、呃，除了这个《释论金刚》以外啊、呃，然后呢，佛讲了很多很多不一不不不,不同的这个原因和这个理由，那这些都是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这个也就是一千多年前，呃，这个有有有一个呃印度的这个成就者啊、呃，他的这个书里面讲了一千一千一千多年前，呃。 他就是说，我们啊，不仅仅是他，还有《十轮金刚》的这个竹节里面啊，也这也这么讲过。比如说，我们有十个人啊，比如说有十个人看一个东西的话，如果我们十个人的这个公业啊。 都是一样，呃，人有两种业力啊，一个叫公业，是公同的业力。我们的公业都是一样的话，那我们看这个杯子，大家看到都是杯子啊、呃，水就是水。如果我们公业不一样的，比如说啊，呃，一个地域的众生，一个恶鬼的众生，然后就是一个天道的，还有人道的，啊、呃，不同的十个人来看这一杯水。 啊，然后他们看到都不一样的，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没有一个标准啊。我们人看到的是睡，然后天人啊，他们看到的是甘露。 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不一样，嗯，那么，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也可以讲，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地球上这个，比如说佛经里面讲了这个须弥山，那么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宇宙、这个地球的这个形成啊、结构，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生命啊，另外一个空间的这个生命？ 来看的话，这个地球会不会是？ 佛经里面这个描述的啊，有须弥山的这样子的这个地球呢，世界呢，哦，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嗯，完全是有可能。我们刚才讲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作为标准啊，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标准去看的话，那佛经里面讲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不一样啊，这个并不是说啊，佛经里面讲的永远都是呃，任何一个生命，任何一个人看。 到也就不不呃也不符合不符合事实，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这个，呃，尤其是这个密法里面呢，啊、呃、讲的非常清楚的，这就是说，刚才那个刚才我说的，一千多年前的这个印度的学者，他他讲的不是密法，他讲的是《仙宗波若波罗蜜多》的一个解释啊，那个里面也是这样子讲。这个，因为佛。 为什么讲这么多的这个宇宙？为什么讲这么多的这个呃不一样的这个世界的结构呢？首先，他是说啊、呃，从生一地的角度来讲，从空性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根本这个任何一个这个不，不管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过去的，不过不管是日心论、地心论都不成立的，一样的不成立。嗯，然后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都有可能的，比如说它也也也有可能是一个，呃，日心轮的这个世界，有可能是一个这个，呃，地心轮的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人类看的话，那不可能两个都是存在，我们就只有一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日心论啊，才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说日心论也是这个真实的、符合事实,实的，地心论也是符合。那到底是哪一个？这个最后就是说不清楚了。那所以，我们。 人类的这个我们的感官作为一个这个标准去衡量的话，那么就只能说热新论啊才是符合实事啊，然后。 地心轮啊就不符合实事啊，然后这个地球是球心的啊，那、啊、这个就是符合实事这个这个大地是平面的，这个就不符合实事啊，就是要这样子讲。那为什么有一个不符合实事的这个佛经里面有这样子的差这个描述呢？那我们这接一个一个，另外一个是刚才讲过了啊，就是就为了让他们的他们过去的人都是这么想的。 当时的印度的这很多的宗教里面都这么讲的，因为当时的人都这么认为的，所以呢，就是为了就适合他们的口味啊，就没有去改动这个他们的世界观，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在这个基础上逐逐渐逐渐的进入佛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当然也有这样子的可能，比如说啊、呃，另外一个世界的人除了我们人类以外啊，我们人类。 其实个亿人口呢？谁看到这个地球是球形的？嗯，没有没有其他的。但是呢，如果另外一种、另外一个空间的这个这个生命，比如说某一种外星人、某一种其他的生命来看的话，那我们的地球上面呢有这个须弥山啊等等啊，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啊。这个佛经里面都讲过了，佛经很早先密里面、仙宗和密宗里面都讲过的，这个不排除的。 好，最后一个问题。嗯，请问上师，可否将上师们的照片印刷成台历、挂历，或者是印制在其他物品上，或者是供奉？若已经印制，应该如何处理？其他物品是什么什么东西啊？其他物品是。 呃，反正比如说挂历这些是肯定是可以的，啊、呃，呃，尤其是比如说像佛像也好，这个这个高僧大德的这些照片啊，这些就比如说一些商商品的包装啊，这些上面是不能印了，这个到时候都不好处理。呃、啊，挂历呀这些是应该没，反正就是可以，比如说呃他们自己的书。 啊，或者是就放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的，可以放在佛堂里面的这些东西上面是阴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啊。然后呢，比如说鞋子上面啊，裤子上面啊，然后呢，就是像卫生纸上面啊，这些上面是肯定是不能阴了。好，我们最后开始。好，我们最后大家做回响。 SONAM DAYI DANG CHO SUBHAGNYA DONG LEN NYI MEDHA NAM BHAGSHE YIGEN NANG CHE KWALONG CHO PHAG CHO BIN CHO LEN CHO A CHO LEN SHO OM AH HUNG BAN TZENG CHO CHO BANG MA SA DA HUNG OM AH HUNG